同学啊，我们来看这一题。若 log 6 of 括号里面 2x 减7要等于 log 6 of 11， 则 x 等于多少？第二题，若 log 4 of 括号里面 3x 加1，整个要等于 2， 则 x 等于多少？第三题，若 log x 减1 of 27要等于 3， 则 x 等于多少？好，首先我们看到第一题的部分，因为 log 6 of 括号里面 2x 减7要等于 log 6 of 11， 那你底数一样，整个要相等，那也代表真数也要一样，所以呢 2x 减7就是要等于11，所以 2x 减7等于11，一项把减7移到等号的右边变加7，所以 2x 等于 18x 就是等于9，第一题答案算出来就是9。第二题的部分，我们由对数的定义可以知道，看题目 log 4 of 括号里面 3x 加1等于 2， 也就是4的平方要等于 3x 加1。那由定义知道，我们把它列式出来， 4 的平方等于 3x 加 1， 我们把移项 3x 加1等于 16， 这个1呢流过去变成 3x 等于 15x 就是等于 5， 那第二题算出来 x 等于 5。 第三题的部分，由对数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 x 减1的几次方会等于 27，三次方会等于27，那我们把列式列下来 ，x 减一括号的三次方要等于27，也就是说 ，x 减一要等于3，那一移过去就可以求得 x 等于4，那这样这三题就解出来了。